Hello， 各位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中华民国113年6月18日下午6:30，天色渐渐暗了。不过呢，我想到了之前有好朋友呢在询问哦，我们之前啊园丁老哥呢去玩，然后在海边捡了2颗椰子，那椰子有长芽，那种在我们的园区，就是这一颗。那有好朋友在问说，那椰子目前长势怎样？哦，跟各位报告一下哦，2颗椰子苗，现在只有一颗活下来，另外一颗挂掉了。那这颗活下来已经长得蛮高的哦，现在大概有1米多了，哦，高度有1米多了。然后椰子呢，它似乎，我看一下，似乎长的速度哦，不是很快了哈。那怎么去管理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就顺其自然让它在这边就好了。那顺带一提哦，我们的好朋友有个蔡大哥呢，他也送了我们3棵的这个野枣枣椰树了哦。那种在这边目前还在，不过这个长势更慢哦，长势更慢。你看这里一棵哦，这一棵哦，枣椰树也枣了哈，一棵。2棵，这里哦，很慢，非常的慢。那这边还有一棵，三棵，这棵比较漂亮一点。那我们就种在园子的前端哈。种在园子前端，好，那等这边长大，好，椰子也长大，这里就有一排，好，椰子树还有枣椰树了哈，这样刚好帮这个落地砖去挡风，好，看有没有办法挡风了。主要如果能够再生产个椰子或者是椰枣的话，那更好，哦，更好，好，那记录一下啊，因为有好朋友问哦，我们就跟他讲一下哈，我们的椰子还在，哦，椰子还在。OK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